校园武术是根据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制作的一套武术教学参考教学片，内含游戏、基本功、基本动作、组合动作、精短套路等内容。 本片以1到6年级的小学学生为教学对象，相对应的是课程标准水平1到水平3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主要内容有游戏、基本功、基本动作、武术操、组合动作和套路。 俗话说：“未曾习武，先学礼。”为了从小贯彻武德教育，在此我们介绍第一种武礼：并步站立，左掌右拳，左掌心，眼贴右拳面，置于胸前，屈臂成圆，拳掌与胸相距20到30厘米，头正身直。 目视受礼者。双人推击掌方法：两人正对，两脚开立微蹲或乘马步。 采用推、击、拨闪的手法，使对方移动或失去平衡。游戏要求：推、击、拨的部位只允许对方手掌。定位牵拉。 游戏方法：两人侧向对战。 拳，五指卷紧，拳面要平，拇指压于食指中指的第二指节上。掌，拇指外展或屈伸。 其余四指伸直并拢，向后伸张。勾屈腕，五指搓拢，或拇指与食指、中指搓拢，呈雕勾。冲拳，拳从腰间旋臂向前快速击出，力达全面。
侧冲、上冲要求同此，为方向不同。劈拳，拳自上向下快速劈击，臂伸直，力达拳轮。轮臂时，臂要轮成力圆劈击。撩拳，拳自下向前上方弧形直臂撩击，力达拳眼或拳心；反撩，力达拳轮或拳背、拳心。砸拳，臂上举，而后屈臂下砸，拳心向上，力达拳背。推掌，掌由腰间悬臂向前力掌推击，速度要快，臂要直，力达掌外沿。亮掌，臂微屈，抖腕翻掌，举于体侧或头上。按掌，自上向下按，手心向下，力打掌心。穿掌，手心向上，臂由屈到伸，沿身体某一部位穿出，力达指尖。挑掌，臂由下向上翘腕，力掌上挑，力达四指。搂手，手心向下，向斜外侧滑弧，力达掌外沿。盘肘，手臂平举，拳心向下，前臂由外向内盘肘。
丙肘。屈肘握拳，手心向下，肘尖前顶或侧顶，力打肘尖。一，弓步。前脚微内扣，拳脚着地，屈膝半蹲，大腿呈水平，膝部约与脚尖垂直，另一腿挺膝伸直，脚尖里扣斜向前方，拳脚着地。马步。两脚左右开立，约为脚长的三倍，脚尖正对前方，屈膝半蹲，大腿呈水平。虚步。后脚尖斜向前，屈膝半蹲，大腿接近水平，拳脚着地，前腿微屈，脚面绷紧，脚尖虚点地面。蹼步。一脚全蹲，大腿和小腿靠紧，臀部接近小腿，拳脚着地，膝与脚尖稍外展，另一腿平铺接近地面，拳脚着地，脚尖内扣。歇步。两腿交叉，屈膝全蹲，前脚全脚着地，脚尖外展，后脚脚跟离地，臀部外侧紧贴后小腿。压腿。正压腿，脚尖勾紧，两手扶按膝上或双手抱紧前脚掌，两腿直立，立腰收宽，上体前屈，并向前向下做镇压动作。侧压腿。脚尖勾紧，右臂屈肘上举，或右手用力扳住左脚掌，左掌立于右胸前，两腿伸直，立腰开髋，上体向左侧镇压。后压腿。右腿支撑，左腿举起，脚背放在肋木上，脚面绷直，
上体后屈，并做镇压动作。蹼步压腿，屈膝蜷蹲成蹼步，两手分别抓握两脚外侧，身体前压下震。劈腿，竖叉，两腿伸直，前后劈开成直线，臀部和两腿贴地。横叉，两腿伸直，左右劈开成直线，臀部和两腿内侧贴地。踢腿，正踢腿，支撑腿伸直，前脚着地，另一腿膝部挺直，脚尖勾起前踢，接近前额，动作要轻快有力，上身保持正直。侧踢腿，脚尖勾起，踢进翼侧耳部，其他同正踢腿。礼合腿，支撑腿自然伸直，前脚着地，另一腿从体侧踢起，经面前向里做扇面摆动落下，其他同正踢腿。外摆腿，同礼合腿，为摆动方向相反。后撩腿，支撑腿伸直，上身前俯，抬头挺胸，另一腿脚跟用力向后上方撩踢。弹腿，支撑腿直立或稍屈，另一腿由屈到伸向前弹出，高不过腰，膝部挺直，脚面绷平，小腿弹出脆快有力，力达脚尖。蹬腿，支撑腿直立或稍屈，另一腿由屈到伸，脚尖勾起，用脚跟猛力蹬出，高不过胸，低不过腰，前蹬时上身正直。前俯腰，
两手指交叉，直臂上举，手心向上，上体前俯，挺胸，塌腰，两手掌尽量贴地，也可两手松开，抱住两脚跟腱，逐渐使胸部贴近腿部，持续一定时间再起。下腰，两臂伸直上举，腰向后弯曲，抬头挺胸，两手撑地呈桥形。初习者应在保护下进行练习。涮腰，两脚开立，略宽于肩，两臂自然下垂，以髋关节为轴，上体前俯，两臂向左前上伸出，然后向前向右绕环，再向后向左翻转绕环。练习时可交替进行。皮膝平衡，支撑腿直立站稳，上体正直，另一腿在体前屈膝高提近胸，小腿斜垂里扣，脚面绷平内收。燕式平衡，支撑腿直立站稳，上体前俯略高于水平，挺胸展腹，后举腿伸直高于水平，脚面绷平。